我们已经跑第三次啦，又是第一章啊，然后有两个人卡了第二章啊，有两个人的任务卡在第二章。我昨天我应该说我今天无聊的时候在爬文，听说 ULP 那关真的有 bug， 有时候会就是卡住，你要整个任务就是那一关重来重打。所以可是这样子我们的一些进行那些就没啦、啊。没有，就是那一关重开而已。什么意思？不会猜是猜是重猜是重开而已。就那一关有时候会卡住。哎、欸，啊，所以会出 bug。不是啊，所以像如果刚刚我们昨天是我跟哈基出来，你们两个继续的话，但是出来才会造成那个忠贞不二。可是这样子，就我们忠贞不二就没啦、啊，那就断啦、啊嗯，不是吗？没有，是昨天两个人的关系啊。我两个人。我们之前的忠贞不二是四个人，哎、啊，昨天确定进去的人就只有我跟雨月，所以我跟雨月的忠贞不二断了。对啊，那就还是要重来、啊，对、啊，还是要重来啊！你们也要解啊！我知道，我只是今天爬文看到那个 U， 就是 ULP 那边的任务好像有点怪怪的啊。哦，对，反正结论就是还要重来，对，要重来啊！那么多，安安。第三次，对啊，第三次了，中心回归，又回来啦！就哎，凡夏还没进来，在努力了，然后又多了一个人，四百多等，嗯，安安啊，什么 Discord 的那个嵌入界面都自己跳出来，讨厌，那不是关掉就好了吗？对啊，可是过一阵他自己跳出来啊。哦，可能有更新，他就重置了吧。嗯，你知道为什么最近抢劫都在边抢劫边玩那个吧？字幕了。嗯哼哼。哎呀，来等，等我，等繁星，等繁星要对我，转太久了吧？安安啊，大家安安，安安，安安，继续抢我们的第一章末日。因为我们前两次抢的不好，要重来。对，重来不好，没有完美。对，不完美通关。我们要挑战精英。天哪，这次没过就真的算了。最近拉了两个人来玩 GTA， 三哦。我弟，还有那个我的管理员 Mandy， 哎呦，难怪我发现今天早上 Mandy 在玩。哼哼，哎，这样子你们不就再找一个人就可以来解那些一区进行跟忠贞不二啊？他们时间比较不固定，很难那个对啊。哦，好吧。哦，我要飞下来喽。你要下来了吗？哦、你要降落了吗？降落了。降错地点、没有，可是你降落我真的没看到你的 ID 耶，还没进来吧、啊、好我现在当破击炮在找地图。GTA 最近打折啊，打折啊，五百、啊、多块，四麦块也打折吧，对啊，麦块打折三百多块而已，木马，对啊，麦块打折三百多吗？对，麦块不是五百多吗？变三百多了，看一下，反正打折啦，就是有打折的对啦，反正便宜啊，可以省了一半的钱。那时候好像是八，原本八多少的，然后折到五百多，八是折三百还是剩三百啦？剩三百哦，有可能。我想直接砍到三百，这麦块商店也麦块其他东西也是打折哦。好了，我掉下来了，有人繁星掉下来了，看到了。我雅思也去下载来玩啦、啊，玩。对呀、啊。对啊，玩了啊，大家来玩啊，玩了啊，都玩嘛，大家都来玩一下啊。那个手机字幕也顺便下载一下，然后记得用连接下载啊，哈，用连接下载啊、哦，不要自己去那个搜寻下载用连接哦，哎、哦欸，是这样子哦，嘿，对，哦，有啦有啦，我有放 QR code 啊，哎、欸，记得哦，去找我的影片哦。
差很多哦。管理员工分配这两边，手机麦块也达到200多而已哦，快两百多。手机麦块不是本来就两三百吗？对啊，原本多少啊？我不知道，原本就是差不多这个价钱啊，差不多这个价格啊。我记得手机的原本就是两三百块啊。连结，等一下9点才丢出来吧。虽然现在丢也是可以的，你现在可以偷偷丢啊，多丢一点啊。对啊，你现在讲了就丢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我相信厂商不会介意这一点时间提早丢的啦。送他，然后他们很乐意啦。那我要把 QR code 放在我实况下面。那不知道什么是这个 QR code 是什么吗？去扫一下就知道喽。对。为什么是 PayPal 付款连接？啊，怎么有一台车在这里？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，是好久不见的你啊！我要了，我要了，好，感谢墨雪，没叫错了吧？你有没有打算露脸直播？没有哎、欸，你要了吗？要过啦、啊，我进来了，我只有看到西门哎、欸，我是西门、啊，你有要吗？对、欸，那个魔兽帮友还有也没要啊，我就是先要魔兽帮啊，那哪有没有垮掉？我现在才跳出来，我现在才跳出来，跳出来了，就是那个西门啊，啊，哎、欸，前置解完了吗？还没啊，沒昨天就只起了两个前置而已哈，哦好，还有人在拍手被警察打死的，白痴一样，我打的不错。我昨天半夜自己想要偷玩，结果杰克跑去洗澡，然后原地拍手，还被警察打死，啊、打死复活之后还在拍手，哦，打得好，哦，打得好，哦，我们以为是路人打的，结果靠近一看，不对，是警察打的，还原地拍手，他撇了他很开心，好白痴，晚安，我可能洗澡然后卡键哦，感谢杰瑞德续订。可以啦，大家麦快买一买啦，顺便买个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最近有可以讲话，就可以弄个伺服器，大家一起来玩啦、啊。对啊，对啊。旅从第一章开始的末日抢劫，又回到第一章。对，我们在回归，我们第一章回归，但是回忆杀回味，对对对，买了啦。我是不是逆向啊？啊，怎么对车子都是从另一边来？哦，就你最是实况组公开在马路上逆向行驶。哦哦，一定都是他们骑错边。哦，大家都逆向，对不对？对，好了，最后一个前置任务。好，哦，过头了啊！撞啦、啊！砰！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不是那么难记。你看我的赖群两百多个人，他每个都要记他的绰号。哇，上面的当然难记啊。对啊，我这边也是啊。台如果常出现、常讲话、常聊天的，我就会记得你了。对啊，而且你的名字跟墨雪完全没关系啊，林墨娘。哎，我怎么会知道墨雪？林墨娘。对啊，墨娘不是那个吗？妈祖啊。对啊，妈祖啊。他说妈祖说，所以。他说他叫墨雪，我觉得头很痛啊，我死记耶。妈祖托梦跟你说，说你今天要买 GTA 哦，所以还要点那个字幕字幕的连接哦，没错哦，然后买麦块哦，他这三点一定要做到哦，还要买火箭给他们哦。妈祖这妈祖，这妈祖可以。哎，这是哪里啊？很上面那边，上面那个啊，这个不是我们之后要轰了这座山还是什么的吗？这也太远了吧？哪里？哦，不是，那个是最后一张。这是哥多山。你一定不记得我了，我是真的不记得你，对不起。来我这边来讲，你一定不记得我，对，我不记得你，对。你谁？我没有，我想不想那个人，我直接承认了，应该。不要火箭啊！不要火箭啊！没有火箭，等我在 YouTube 开台的时候再说。感谢。或者请点到另一个连结。Hello 1039，你10月39号生哦。
还是那是你的学号？十月有这个日子吗？39号？不然1039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？1039学号、电话、喜欢的人的跟你的生日。好、哦，生日怎么排都不可能排到39啊，是两个加起来。不，他可能九月加一月啊，有没有？哦，他30号加9号啊。哎呦，我一听都合理了。感谢雅思的礼物，感谢救护车。我逃走了，好，好。现在又有新的礼物了，好像现在那个7天登录的那个也改了、欸，不是，现在好像改成那个皮卡丘那个还是什么啊？这是王座，这什么王座啊？只有新的电影吗？龙母。新的礼物一个龙母，然后出现一个王座，嗯、还有龙蛋呢、欸。新礼物、哦。对啊，我在想是不是冰与火的，感觉 是没有看呐、啊。我是冰与火不是好像最终了吧？嗯，快最终了。就新的一季啦，不是、啊、不是最终，新的一季开始。哦、嗯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开这么快？没有，警车开太快也没躲掉。警车开太快，那个善行。感谢杰迷吗？杰迷的礼物，感谢蛋糕的礼物。哦，冰与火的、哦，对啊、哦，我就猜是不是啊？看来真的是水跟电雷，你不要被干爆哦，那个是很大的粉丝群哦。哦，是啊，对，你不要被干爆哦。跟在警车后面，他就找不到我了。躲猫猫，躲在人家人后面就好了。就是警察这里，有没有看到这里？干不要！我要跟在警察后面。你不能停车，警察，你停车停屁啊！哎呦喂呀、啊，弄丢了吗？我要跟在警察后面。我只跟在屁股后面，以为他找到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哎呦！哦，哎、欸，警察看在他屁股后面跟太姐会、欸。论如何让实况组记住自己，我知道啊。给大量的钱呢、啊，叫他记住我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没有，因为雅思打了这句话。雅思你，你不用，你也不用记住啊，你的名字就叫雅思啊，又不是那个全部都英文的，然后要我死记他的名字那一种的。我帮你加速，你是冲下回，我也卡成天啦。我帮你加速啊，你这样又比较快一点吧。是啊，我知道，如果有人跑步的时候，哎、欸，翻了啦！这个不是我撞的，保险杠掉了。哇哇，你们压掉了，压都掉了。感谢礼物，感谢狼月，感谢小蛋糕。是啊，就是跟你讲，就算人家跑马拉松，你在人家戳人家门肛门，也不会跑比较快啊。会啦，你会怕被说，然后就加速跑，加速前冲。不是啊，这个。屁股夹紧了。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飞啊飞啊飞，波浪服波浪服波浪服，哎呦波浪服，安安繁星。我要走另一边的。虚定。你走哪边都一样啦。Hello， 晚上好。我接。这里被压扁。这里怎么有警察啦？你还在躲警星哦？对啊，你还没结束啊？在哪里啊？你走这个，你不要一直跳嘛！当然跳一下，免得你们一直撞我，屁股都痒痒的。说的这么难听，什么撞？我们是推，来捅可以吧？我们可以来，我们想塞进里面去。哇，捅到我都快变神了。你快变神了是吧？你是太神啦，那个吗？太神啦！哎、欸，我看到一个眼熟的 ID 跑进来，同神，眼熟的 ID 谁 ？Mandy，、哦、去炸他，哦、弄他，找他弄吧，炸他！有人可以帮我引开注意力了，炸他！这是声东击西。我看到前面那台车，我想撞下去。啊！哦，没离家里，他变快，变快了。好吧，有这个撞，我觉得可以。我炸！有嘟到中间，对。
有都跑比较远，有都重，有都重，对。我炸！我们刚刚都没都中，我要再来试看看。不要！不要炸我的！很多次了啊！哟哇！前面被人家撞了。哇！我下山了。哈哈，嫩！我要泡水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哇塞！我屁股上有皱纹的啦。我屁股都变两半了啊！车祸！假车祸，这个假车祸，屁股变两半的啦，没事的，没事，你就两半啊，你的屁股门还可以打开、欸，对啊，来来来，屁股门可以打开，你开啊，我帮你先开左边那个还是右边那个，来来来来来，打开干嘛卸货？没有可以进去，进去什么东西？可以进去啊，你下车嘛，那、啊、后面是真的可以進去、啊，到了啦，到了啦。哎呦！哎，要卸货啦，对啊，卸货啦！今天我真的不行啊。狼嘞？人嘞？屁股嘞？屁股不见了，缩起来了啦。这我们要换邀请啊？换邀请吗？嗯，是换好友。繁星安安，波浪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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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饿了。就回到单人，然后再重开、嗯，回到单人。哦，我回到单人。你就先离开线上模式，然后变成单人。你 auto 按着，然后往上。哦，都变回那个。嘿。哦。感谢幸运去定。哦。飞啊！哎、欸，你怎么飞不起来？我怎么？首领离开了。No！ 哎、欸，我的车哪？你的车翻了。欸、这个炸会不会有？会会怎样啊？会。哦，跳好高哦！等一下，我还在滚、啊，我还在滚啊，我还在滚啊，你还在滚，你还在滚。私人好友吗？哦，仅限邀请战局的你。你可以用好友，好友也行啊。好友你就不用另外一张了。真的飞了啦！我腰太难炸了。你怎么把他打爆了？我不知道。可能是这样的吧。咻！谁要瞄准我们这边啦、啊？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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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哔哔哔哔哔！还会有谁？杰克？啊，不是我、啊。不是我，还会有谁？有没有觉得很吵啊？来啊！我没有想发射的意思，我只想吵死你而已。来啊！要用掉那个乱源？我的不要。要弄掉那个乱源？来啊！前面那一个，不要来！哎、欸，都要了。好，我跟杰哥走了，走了。上帝哦！我告上帝哦！哎、欸，北七哦。啊，繁星接受邀请。在做什么东西？大家安安，蒋安。那、嗯、今天就一样回去跑第一场。对，非常。你有决定来加码抽一下？抽奖喽！抽奖啊！抽！啊，来工商一下好了。嗯，字幕真好玩。不是，晚上九点。晚上九点怎么了？没有，他今天不是要开始。哦，啊、好主意耶！来抽奖是对的。都来了，可以开了。我手枪那个还没解锁，那个原子宝还是什么？没有50个爆头，那个还没解完。可以打 NPC 啊？嗯，那是给玩家哎、欸，玩 NPC 算玩家吗？我看攻略是说可以打玩家。好了，打玩家，我要了 NPC。
哎、欸，哦，等一下。